来看是九月最后一个礼拜啊，都是在一年一届这国际听众节的这，其实对着这这里上主要都是要对着咱的选会一当进行宣传啊，引起这社会对着一挂听众节因的重视。这个在香港有一系列的这庆祝活动。由蔡纂、香港各听众团体、龙豪合唱家政府代表，做会为第二届香港独联社展开开播。我哋今年轮值嘅口号就系双向沟通，农建共融。因为我哋觉得咧，农建喺个社会里边咧，系需要双方面都能够采取主动，互相沟通。在这属于自己的舞台上，每一个团体都提出上好的表演。你看这兔女郎是不是真妖娇？这是听众表演团体不敬天地。听不到声音的音，用手机搭吹个叫做手机相迎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。听你众个朋友表演手机歌，播什么？带一段 MV 给大家看。刚刚起来，不用心，心太坏。在这个冬天节开播暗会中，那台顶表演甲真欢喜，台下观众也看甲感慨。上尾的手机歌大合唱也为暗会做完毕的结束。活动办到成功，是因为去年已经踏出第一步，今年第二届有更加多团体加入，加政府投入资源。香港听你众个朋友，希望未来等一届一届办落去，成为听众款的年度盛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